好了，咱们来看本场比赛，左边是阿库玛，右边是大口。现在比分其实差距真的很少了。阿库玛，咱们可以说阿库玛现在98水平已经是到了一线的，绝对是一线水平了。打成这个样子，对吧？大口现在八神也不行了，只能靠小草再打一个反三局吗？是不是？猴子，哎呀，这猴子完全是2000这种操作。不要乱咬升龙了，黄咬一段。猴子身法身位太低了。只能用一个下逼啊，站 C 木鸭来确认，但是暴气加伤害下逼 C 开始开无视确认，口地还有一个压前身机会啊，是前中晃咬被对方一个下轻手破掉了。给咱们中国朋友家大气加油。哎，这手速真的非常快啊，你很难想象是一个40岁高龄的一个玩家正在狂摇摇杆。好呀，现在比赛依然是用真克里斯打首发，滑步滑步都不倒。好了，那我操！这个滑步搞得阿库玛心态崩了，你倒是跳啊，你怎么不跳嘞？你也不攻啊，你也不跑，就等着我动啊。不，这不像大口的风格。那现在哇，大门暴气了之后，大口打起十二分小心来。现在啊，完了，一条三应该说没什么戏了。刚刚好，刚刚好啊，本来我心存侥幸以为能剩一丝血，但是这里血量刚刚好。大口想活抓呀，龙啊，龙总，你觉得这把谁能赢？